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来到广东惠州龙门的一个古村落，叫公武村呢。那是我身后呢一座啊非常雄伟的一个古堡式建筑啊。那很不巧，今天来到了这里，这座古堡呢是刚好在装修啊。等一下我拍给大家看看啊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古堡的风采啊。